咁 ，Hello 大家好啦，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试食呢个泰国嘅杯面，咁就未食过嘅，咁佢入边咧系会俾埋个叉你啦，同埋一包酱嘅，咁已经搅匀噶啦，咁我惊佢啦，所以准备咗杯，好啦。我哋可以睇下碗杯面，系咁咯，啲蛋系喺下边嘅，全部都。咁而家食下先，咁捞匀佢先啊。其实好难咯，我觉得。咁咧，搞到 OK 噶啦，呢边，好困难啊！啊，已经差都搞晒噶啦，好困难。咁咧，而家就即将开始食啦，我唔惊。但好香嘅咯，佢。咁真係唔係好辣嘅喎。你睇我色咧，我睇係有少少紅嘅，但你睇咧，因為嗰個鏡頭個差別啊，顏色咧。所以咧，佢睇上嚟都覺得好辣咯，但係食又唔好辣喎。好味喎！唔係好辣咯，嚇！真的不是很辣的，是的，那我下次可能挑戰這個韓國的麵，我還未知道，不過可能一星期二才拍韓國麵，我不知道吃不吃好，很害怕的，其實，那呢，這個真的很味的，不是很辣咯，是的，好了，拜拜。